主料：肉片300克，糯米300克，辅料：胡萝卜100克，生抽、料酒一勺，鸡蛋一个，香菜、葱、盐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糯米提前泡发，将肉片加少量生抽、料酒、鸡蛋搅打均匀，肉馅中加入剁成末的胡萝卜、香菜、葱，加入盐拌匀，挖一勺肉馅放入糯米中，换动盆上肉馅裹上糯米，并摇匀。盘中摆好切成薄片的胡萝卜，将滚好的米娃放在嵌了胡萝卜的盘中，大火蒸熟约20分钟。烹饪技巧：肉馅不要选择太肥的，我一般三分肥七分瘦的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